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出来房车旅行已经一年多了，每天分享我们一家三口的房车生活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喜欢七七的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。这是给我家七哥调的鸡蛋羹当早餐。我家 Cubo 已经在看他的动画片了。该起床啦，起床啦！这个是昨天的衣服，放在这里先挂挂一下，要不然它有点润润的，一会再放进去。看一下外面。哇，怎么这里停了这么多车呀？我今天看那下面。下面那么大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，这上面堆满了车，连这边道路上都停满了车。今天下雨呢，下雨还是这些人都打着雨伞呢，穿着雨衣上去啊，厉害了。像这种下雨天，我觉得我就适合躺在被窝里就最舒服了。哪也不要去。现在都12:30了，今天车里面温度有19度呢。我的电，只有一半了。今天下雨啊，都没地方玩了。他想出来玩，就让他在棚里面待着就好。给他戴个帽子，就不怕淋雨了。飘了一点点毛毛雨。是吧，宝贝？戴个小帽子，头就不会被淋湿了。高嘉颖，这个帽子这么可爱啊，是吧？把我放凳子上面了，把凳抽出来就行了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不见了，把它风吹掉了。动我的猪蹄子，把风进去吧，或者扇大了。我就靠在那里了，没事啊。我还是把它放下来吧。风吹会掉的。今天晚上。今天下雨天也不用出来住，哇，有点冷啊，外面有点冷，有点冷啊。我是不是要把那个羽绒服给拎出来了？看我头发都好脏了，本来想今天染头发呢。用错，从爸爸那里不要抢伞，自己扛是不是？棒棒的，好棒哦！真厉害，这个伞这么重，能扛得这么厉害。还要不？还要不？啊，扛着伞嘛，你这样子，这样子靠在肩膀上，来，靠肩膀上。哎呀！棒棒，过来，雨下大了，咦，好厉害哟，好棒棒哦，下大雨啦，我们回车里面吧，
好不好？回车里面吧。哎呀，我都淋到雨了，我要进去了。Q 宝带进去啊。Q 宝，你在干啥呢？你看他给我那花扒的。你是要自己插花吗？啊，他全部把它扒出来，插到这个他的椅子上面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把它插回去。来，妈妈看一下。Q 宝这么棒棒吗？嗯，都会插花了，满意不？这不是蒲公英哦，超喜欢吹蒲公英的，是不是？嗯、哟，你还挺懂的，是吧？嗯嗯嗯，动画片看腻了，不想看了，嗯、现在这里插花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棒吗？棒棒，宝贝棒棒是吧？我的猪蹄啊，折腾了一下午，终于冻好了。一戳就进去了，软烂软烂的。试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我都闻到香味了。这上来的真及时，你就开吃了。大猪蹄子刚炖好，我试一下。嗯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哇。好香哦。一人一个吧，那我就咬这块，嗯、咬这块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今天这个胃调的不错吧？嗯。那块给我啊。嗯。嗯。你看宝宝。嗯，今天当插花艺术家了，可以啊、嗯、他都插到他座位上面去了，不错、啊、自己都在玩的挺好的。 嗯， 嗯，我要吃了，吃吃吃，快吃，这么好吃的。哎呦，好烫啊、哦、你掰给我吃吧。啊、嗯，太大了，不好拿。嗯，先把它撕烂一点点。很烫了吗？这样吃起来过瘾啊！太爽了，嗯嗯，哎呀，嗯，还是自己做好。对呀、啊，这在外面买一个好贵呢。自己做又便宜又好吃。对啊，不错。香不香？香。嗯。最后一个猪蹄也出锅了。嗯。因为那个电那个高压锅太小了，只能放下去两个。看宝宝多喜欢。对啊。这个就给宝宝吃啊，烫死我了，一人一个啊。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，对，一人一个，买了三个。等一下妈妈吹一下。嗯，哎，你也吹啊。我的衣服一样。嗯，给哦，凉了一截、嗯、可以吃了。张嘴，你吃完等我剩一点给雍绰啃一啃啊。好吃吗？嗯。哦，他在吹。来吹，对着这里吹。啊，对着这个吹。对着这里吹。嗯，对。哎，刘博士要咬了。刚刚我在这里吃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过来说、嗯、吃吃。嗯嗯。按、嗯、着他的手这样开。好开心啊！再来一次，好大呀！垫垫肚子吧。嗯，喝水。好玩吗？对你同事一份食物，又是我的身份。我们专用的杯子啊。你干嘛？宝宝。你要睡在盒子里去吗？你看那翻的，我的天哪！嗯，翻的乱七八糟了。把上面盒子擦下来了啊！啊。爸爸刚装的盒子，那你要睡在里面吗？他刚刚可不就睡里面了吗？那、哎、头都枕到里面去了。干嘛？你要睡里面去啊？嗯？我感觉这个装在这里有点危险呢。都坏了。他不玩，他不乐意、啊。哎，哭给你看。
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可爱呢？装可爱吗？我就装可爱，那本来就很可爱。看看看看，哎呦哎呦，是打自己眼睛上去。嗯，看看，嗯，看动画片。